在写的时候就这样子一次人哦，再写几个字，哦，这样子。这个体质就很好玩，这个体质，苏东坡他的才气真的是够，对，他把颜真卿写的这样子，我看是临过这么多的那个，那么多人临过，可能没几个跟他能比。你看大大小小。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你看这这么粗了，相对这边就要放细一点，字也尽量就不用那么大了。有时候我们临帖不一定要像它这样子哦，临到这样子一模一样这样子，你就没有章法，也没有那个哦。你如果完全跟他一样，就没有那个行气，没有一些看起来就是怪怪的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这两边就有相对哦，这个。我没照他、哦、这样子、哦、好，再拉。真的、啊，你有看到这边的四就又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到这边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再调整一下。好、哦，人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边又往这边。好、哦，人辰。好，再拉。
好。那字叫什么？修不朽，不朽。哎，是功。好，对吧？就练台语就好听了。啊？这个诗是练台语的呢。你们，你念看看啊。马上好念，这照理，这个应该是公乐这样，像这个都是练台语的。颜真卿那时候怎么会念台语？颜真卿写的。唐朝的时候，唐朝早期他到都是台语的啦，是那以前都是台属于汉语，都是属于讲台语的。起，好，这个地方你如果要挤一个字，这个字就要放笑。当呀，以才，以才，嗯，哦，这些转弯的地方哦，你可以参考那个谁，林散之贡哎，比照居处还求职。意到言辞更绝方，哈，什么意思呢？比方你有一挂，有一些那个转折的地方，虽然有点曲笔，可是你要小曲笔嘛，变成是直的，安尼比较会哦，较有力啦，吼，魔鬼的拢是曲笔，整个曲笔都嫩嫩加橡皮糖一样。你那拉一下，这边不平。就这些地方，人家的曲笔，这曲笔看起来还是有力道。有很多人的曲笔，但是看起来就是一点力道都没有，这样一种的薄厚啊。哦，虽然是曲笔，哦，这个抽啊，这个一定要长锋，当长锋。哦，啊，这个地方要收得起来。哦，好的，哦。颜真卿哈，他就有一点外拓，你知道有一点外拓，嗯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要明啊，明天的明。好，对了。
户，跋扈。自私，这时候有时候可以把它穿插上去哦。你要去引吗？你要去引？对。